喺客家电视台今年21四月就替去年公司法修法通过，确定加入公共集团。因为后面系正式交接，希望客家电视不会全世界唯一韩国系第一的客家族群平台。波罗台去年八亿，摩托里今年冇八亿嘛？波罗台八亿，摩托里讲客家才冇八亿嘛？哈。消息讲，国内出权平台以上的强弱，后会做非常重视2020内国下映以前，本24成人状态的客家电视，并去比。也就是讲，其可能亚属，哈，同乡，啊，客家，不同兴趣、不同年龄阶层、不同出权的人，就前面都自家喜欢的节目。全球的公共媒体必须以多元的内容、多元的视角、多元的服务来提供给国人啊。那就这两个原则来讲，其实族群传播就是公共媒体它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。2020年公司法修法通过，客家电视正式法制化，加入公司体内，按照频道资源同发展，很难稳定。经过了这尝试以后，汉阿做的战争，其实政府给提供，哎，还有汉阿做的做到汉阿好的空间，是完全用支付的方式，两条钱是在支付本公司的经费。开启台湾族群传播动态之音，客家电视关心国内同全世界合作，而讲好客家故事。客家文采一部分之新北报道。